神啊，能不能重来一次？我想逆转这些事。我要回我前女友的身边，我就跟我经纪人说，我不要参加影展，我要回台湾。好荒谬的一个人哦，李维维，这有什么好后悔的？我有认识，然后马上联络，带我去一个小房间，然后说现在跟我念也是，爸爸现在要帮你搬新家，这不是我们的。周一到周五每晚8点，请锁定26频道未来综合台，女王大人 ，See you。